香港旅游20号要前往深圳的时候却失联，经过了3个多星期，今天中国国台办证实，李梦菊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，正在被依法审查。我跟我讲，伊若无做唔着代志，哪会去互抓？臭鸟啊，饮茶啦！还是爸爸煮的，一定好吃。我讲实在啦，就莫去做着遐尔啊有诶无诶啦。我知影爸爸无做唔着代志，我甲你讲诶话，你嘛会记诶。但是是虾米款诶风险？是去互抓诶风险吗？自代志发生到即马，不管是我，还是社会大众，其实咱拢唔知影代志真正的原因是啥物。